这绝对是西餐界最简单的冰花脆片，没有之一，因为它只需要一种食材和一个微波炉就可以搞定，30秒教会你。我们在盘子上铺一层烘焙纸，接着擦上些许帕马森芝士，然后铺平，微波三分钟后冷却即可使用。用它搭配各类芝士类菜品，不但增添了多一层脆片口感，从外观上也让整道菜得以升华。关注 Neo， 简单的食材一样做出高级感。